好的，各位，我们就要接续昨天的主题啊，接续讲我们的利刃跟我们肩甲的一个补充包啊。虽然他们两个确实不是这么重要的事啊，好，也不能这样讲啊，毕竟龙骑这代其实每个角色刻画都不错了。讲完第一包呢，看第二包。第二包我很好奇里面有什么。哎，等一下，我现在也发现一点呢，原来他们背部的说明都不一样哎。这些花是一些卡片表这样子，这个花是相关的一些上级游戏规则啊，好屌哦！这个我们到时候研究一下，我觉得更好玩。其实前提是我卡片可能要收在齐一点，然后再是几点送，还有一些上级的游戏说明，然后剩下的话就是一堆卡片说明。卡片说明我帮他略过，这样给我看一下。这边还有一张，这边还有一张，这边还有一张。哎，这次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布局地垫，这到时候我们可能要找一下。哇，好屌哦！然后这个背面有这些东西。它会有重复哎，完了，这样我们今天是拿不到全部了、啊。真的重复，因为卡片是会有重复的。哦，新卡新卡，龙骑 VS 夜骑啊，但是是不一样的，夜骑的爆发卡。哦，新的，就像是螃蟹那个钳子啊，螃蟹切的时候被我们抽到了。对，就像是一样的。一样新卡，犀牛的武器，雷亚卡，犀牛的一个必杀卡，哇，赞！哇，无双龙，重复来的哦，毁灭日。赞赞赞！另一张应该就是受地了吧？哦，没有，融合多个契约之后可以进行融合的卡片呐、啊。我记得好像在设定里面，好像将全部契约之后融合起来的一个怪兽啊，就超级奇美啊那种概念。果然这种必杀技还是需要用到 CSN 啊。重复，但是重复封印感觉好像还不错。但是我现在发现，这样封印是普通的封印，并不是雷牙封印的。兽帝，哇，帅帅帅帅帅，王蛇啊！然后他的背后还有两张契约兽啊。有点熟悉的名称。重复，穿梭机，对，重复。新卡什么犀牛啊？雷亚卡来了，犀牛的契约兽。都是谈共通，你可惜啊。小心一点。感觉他们好像会用一些就是提示音去表达说这是中级还是上级的卡片啊？感觉这应该是中级啦。新的卡片，就像是我们夜骑的契约兽，夜骑啊，应该读得到吧？啊，好像只能读出龙骑，其他都读不出来。哦，帅帅帅帅帅！包含它的形容词一个名称呢，这个确实惊奇感蛮重的。重复，对，重复。新卡，怎么这两张这么不搭放一起啊？来。我有一个猛兽的声音。看出来犀牛跟螃蟹好像都是属于比较不厉害的骑士，好像都没有出现过这家伙很强的一个音效。重复空白卡，但是它是雷亚版本的龙骑对战这样子。我们的螃蟹的召唤卡降临卡，音效应该是一样的。就一个比较沉重的声音，但是可以读到它是什么东西，确实很屌。这样子的话，我们将全部卡片开完，应该是有把全部的种类全部集齐啊。理论上来讲，感觉应该是没有少，因为毕竟两边卡片也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卡充，所以理论上你买完这两包，应该就是会有全部的卡片，但是会有一些额外的重复卡这样子、啊。这样两大册就把卡片全部集齐，不错不错不错，真田大满足啊！看到这些卡片确实蛮屌的，没想到当地卡片确实做的这么猛。它后面还有一些游戏的说明，包括还有初级跟上级的玩法，整体就惊喜满满的。好了，各位，我们把卡片看完之后呢，我们现在讲一下它初阶规则。
则好了，因为高阶规则好像是需要地垫，所以呢，我们暂时应该没有办法玩。等到我找基础组出来好不好？啊，我一定找完，一定找回给你们。基础游方法说实在超简单，简单讲就是剪刀石头布，非常简单。这边卡面说明很详细，但基本上用不太到。我们只要看到这边就好。这个栏位它的属性的话，一共分为三种，一个话是雨，一个话是剑，一个话是盐这样子。然后并且我们看到左下角这边，这边的话有一个游玩模式，就是说你只要有四张就可以进行游玩。然后呢，这四张的话基本上它是不限定的，好不好？它这边的话是属性相克表，基本上就是一个强一个，一个强一个，一个强一个。简单讲就是三角形的一个问题啊，不会有斜对角，就是发生那种不互克的问题啊。我要先说，这时候大家就想说啊，如果要这样的话，那 是可以放某一张最强就好，是可以。但是呢，理论上来讲，因为它是剪刀手部，所以没有所谓的最强两个字，你可以全部都放鱼。全部都放剑，全部都放盐，随便你。但是呢，如果假设对面全部是克你的，那你就宰戏啊。基本上这个是最最最简单的模式，你只要收集到一定的卡片，或是你直接抽 DX 相关道具里面卡片来玩都是 OK 的。所以这个的话是他第一个游玩模式，好不好？超简单。我们这边演示一下好了。好，小鸭目前两边共四张，这时候就可以跟你朋友这样进行一个游玩，对吧？假设这是你们，然后这个是我。这样子可以把规则放在这里，这样的话你看就会比较方便一点。这时候你就可以打出一张，我也打出一张，变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中呢，开始要比两边的性质。像比如说两边都是盐，那这两张就舍弃掉。然后呢，再来就说把这边再拉开，哎呦剑耶。然后呢，第二张鱼。OK， 这时候可以看表，这个时候表就出来了，剑克鱼，所以呢，我这样就被这打掉了，好吧？所以呢，这张你们这一张，这样子你们就获得胜利了。啊，后续的话就是可以看大概有几张，然后一直比下去这样子，然后比到整个卡片结束，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剑啊？好，你们是剑，我是雨，我又爆了，好吧？所以你们又赢了。这个怎么还是剑啊？我怎么还是雨啊 ？OK， 好，你们又赢了，所以我又爆掉了，这样子就会有胜利了。所以呢，这个话就是卡梅拉 Lucky 简易的一个玩法。当你卡片不够多，就可以游玩这个模式，算是帮大家研究第一种，没想到意外的简单。而且我说实在的，因为它是剪刀手部，所以呢，你收什么卡片都 OK， 你也可以收你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呢，你也可以什么都不注意，全部都放一样的，就像刚才一样啊，我一直跑出雨，然后你们一直跑出剑啊，我就准备锤烂。所以呢，这个话是第一种玩法。所以呢，这两盒如果假设你们有看到其中任何一盒，我觉得可以考虑买一下。当年原价是800块啊，其实换算下来好像也没多亏啊，老实讲，还真的可以买，还真的可以买。所以整体就是比较偏佛放性质的一个道具。后续啊，我想办法去找看它的基础组还有最终组，然后呢。等到时候卡片更多更齐后呢，我们应该就会开始讲解游戏规则部分，大家稍微等我一下好吧。所以呢，以上就是我们这次当年龙骑的一卡片开箱，真的惊喜满满。如果喜欢请不要再并不去我们下节目，拜拜。哎，他卡片不给你看，所以到时候等一下我们要把他自己剥下来。然后呢，后面这边哦，有他这个游戏说明呢，再给大家详细看一下，有没有这边的话有他卡片全部的说明啊，也太多东西了吧，塞好塞满呢。然后还有属性等等之类的，并且这边还有一些比较简单初阶玩法，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我们现在撕第一张好了，基本上它就是这样子直接撕开。哇，好帅哦！哇，这边有烫金哎，赞赞赞赞赞，超炫的。然后字部分也是烫金的。好了，哦，它第二张应对的话，就像是王蛇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所以到时候这两张是一起的。而且我发现这是一次性的，所以说你真的撕下来之后，它就粘不回去了。希望跟我们预料差不多啊。这一次龙骑为啥出四叶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契约都刷进去，它的音效都是长一样的，好不好？但是我比较好奇是这张王蛇的一个角色卡。哇！他这句话是新规的，没想到龙造竟然有多那么多技能。刚才是说这个家伙超强的吗？他会应对你刷入是强力，其实改成这个音效，哎，好扯哦！我本来以为会是读不到，就没想到是有音效的。而且我现在发现点，原来王蛇以前这么胖哦，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下一张是铁兵的北冈秀一版本的一个铁兵啊。这有稍微涉及降临哦，再从北冈秀一的变身。还蛮特殊的，这样读出来竟然是降临。海瑶降临卡来了，而且是雷雅等级的、啊，哇，帅帅帅帅帅！哎，这些卡包感觉真是可以拿来抽哎。基本上就是说小心，然后呢再搭配一个类似的射击的王蛇的武器，王蛇降临雷雅卡上面是烫金啊。对，是共通的。我觉得这个龙造机设计很棒，但是它的音效确实是比较不足一点。
龙骑无双龙意图版，因为他们有形象多了之后呢，他就让有些卡片就有这种不同形象的、啊，这个收集起来感觉蛮帅的。哦，上面是卡片来的六 K。哦，基本上就是改成他的全名这样子。断掉键，哇，官方真的很懂啊！冲过去断掉了这样子。断掉。算是符合那个形象，毕竟那个时候冲去我贼傻眼。海妖的武器我们抽到了，海妖的必杀技啊！哇，以前就这么猛哦！我以为他可能会是共通代码，就还读出来他是编织。最终降临。这音效就共通了。来，铁兵的大轰炸，一样是铁兵，但拿大炮这样子。哦、真的是大炮，真的大炮，但是感觉还是没有军用那么壮观。我的铁兵拿大炮啊，就是战斗这样子。所以呢，这两张卡就像都是语音卡，并不是任何的降临卡。雷亚卡穿梭机啊，哇，帅帅帅！哎呀，烫金哦，装备了龙盾的龙骑啊。欸，我要先说，这个音效基本上在我们的 FICE 是有出现过，所以到说 FICE 那边音效有一点点兼用。必杀踢啊，而且隔壁还有龙骑的标志，这样不是雷亚有点可惜？不然我觉得蛮帅的。无双的自己专门的必杀技也好帅、啊。刷机就 Light Kick， 感觉正在对战时拿这个来刷应该蛮帅的。好帅，竟然有收无双王的必杀技。夜骑卡片终于出来了，这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啊，封印啊，而且封印它的范畴是属于雷亚卡，有没有发现？就它属于烫金哦，这一看这封印这卡真的超级强啊。哎、欸，封印这张卡是真的刷不出来、欸，所以到时候封印这张卡本来是没有加在里面的、啊，小遗憾啊，小遗憾。夜骑专属的，这样的话两张刷完，我觉得封印没有搭载有点小遗憾。龙骑 VS 夜骑变身，一大堆骑士啊，哇，帅帅帅！傻眼，这个大概变成一下，而且它基本上是属于腰带的一个名称的卡片。然后呢，下一张，这张的话是我们海妖的一个攻击卡，窃取。这张卡竟然不是雷亚卡，真可惜。这家伙很强啊！欸，真的有偷怪的音效欸，好扯哦！我要先说我错怪他好不好？只要你卡片够齐，其实玩起来感觉是不差的哦。老实讲，夜骑配他的剑将领，夜骑的穿梭机，这个，空白就是还没有签订契约的卡片。这一张的话是我们龙骑的战斗卡，哇！如果最后一包抽到这个，说实在其实蛮呕的。来，再这张。